實我唔係想嚇你嘅，不過想證明一樣嘢俾你知，就係、是、人嚇人啊，有時真係冇藥醫嘅。你嚟咗香港冇幾耐，你屋企剩得你爸爸，冇兄弟姊妹，你个姓系有金字边嘅。系啊，佢姓钟噶，佢系新加坡大学嘅交换生，佢嚟咗两个零礼拜啫嘛。你系十月出世，应该系十三号。冇错，我系嗰日出世嘅。钟先生，喺呢个星期之内，你会遇到一件不可思议嘅怪事。怪事？咩怪事啊？咁我就唔知啦。怪事？冇错，会喺呢个星期之内发生。咦，康文，做咩仲话我同戏剧概论你唔上啊？我今日都冇咩心情上堂。系咪为咗上个礼拜嗰两同你占卦嘅事呢？我都唔知系唔系，不过切咁嘅嘢都好信嘅。又系你带我去嘅，你仲话佢好灵添。我都系贪得意啫嘛。嗱，而且咁啊，就算你系信佢嘅，佢系一个礼拜啫，过埋呢两日就系啦。好啦好啦，嚟请你饮杯茶，我请。好啊。啊，系啊。后日咧，我约咗几个同学去山顶玩，你去唔去啊？咧 Peter 佢哋咋，个个你都识嘅。好，你都知我香港冇咩亲人嘅，一个人喺屋企又鬼五闷，遇埋我。哇，有冇搞错啊？搵嚟搵去搵唔到佢哋嘅，点知喎？我都第一次嚟呢啲咁嘅地方嘅咋，就快天黑噶咯喎，点啊？搵下佢哋添啊！好啦。喂，嗰度有间屋喎，咁靓，不如我哋入去睇睇点啊，或者饮杯水都好噶。好啊。Peter， 我哋都唔好入去啦，里边都冇人嘅。怕咩？我哋又唔系嚟偷嘢。入去睇睇点先算啦。真系冇人喎。都唔系啊，我哋都好干净啊。要啊，有支洋烛啊。有洋烛有剩啦，我哋今晚就喺呢度瞓啦。横掂黑妈妈都系搵唔到佢哋噶啦，都系唔好啦。呢度人哋嘅地方，又未问过人哋，怕咩？横掂呢度都冇人嘅。
你唔会怕啩？好啦，咁你瞓嗰张 sofa 啦，舒服啲嘅，我瞓呢度得啦。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，边个俾你入嚟呢度噶？你系边个？你唔好理我系边个，我问你究竟边个俾你嚟呢度？Peter， 你唔使叫佢，佢唔会醒。算你好运，我唔想杀你。但你不可以告诉任何人听你今晚见过我，记得了。咦，喂，黑文，冇咩事啊嘛？你点解面色咁差嘅？哦，冇嘢，可能唔够瞓咧。自从上个礼拜去完旅行之后，做乜你成个人都变晒咁噶？冇啊，嗱，咪几好吓。喂，黑文啊，你有冇见 Peter？他好似失咗踪咁噃，呢几日都唔见佢嚟上堂噶。哦，冇啊，冇。乜嘢？佢好似一个人，旧时个女朋友啊咧。唔系咧，讲咁多做咩啊？嚟过嚟啊，我介绍你先。做咩今晚成晚都唔出声啊？冇嘢。做咩咁望我？唔认得我啊？你好似一个人。好似鏡時嘅女朋友啊？唔係，好似早一排我去旅行，見到嗰個。好似咩啊？講嚟聽下。哦，冇。有一次就同阿莫子超、Peter 嚟班人去旅行，點知蕩失咗路。嗰晚就喺一間古老大屋度過夜。你真係好似佢。或者我就是他呢？你又跟我说笑，你怎么是他？那晚我已经跟你说过，不可以告诉任何人听的了，为什么不听我说？我还跟你说过，叫你不要告诉别人听，如果不是，我会对你不利。你不会是他？你在跟我说笑，你在骗我。我没骗到你。其实你应该认得我。哎，你哋系离谱嘅，咁你同啲新同学开玩笑都有嘅。哦，其实都无伤大雅，等于做错嘅俾佢睇下啫嘛。喂，我扮嗰个尖怪女人似唔似啫？似就似啦，不过唔该，你而家尖下，睇佢究竟去咗边度。
係咪俾你嚇病咗啊？我哋已經有兩日冇見佢啦。我真係驚佢俾我哋嚇親啊！佢好似當真嘅一樣咁嘅。我就當真啦，嗰晚啊爭啲俾你嚇死啊！嗱咁啦，一陣間咧，我哋一齊去嗰企探佢，解釋下向佢道歉咯，咁咪乜事都冇咯。啊啱啦，黃志超嚇，你知唔知鍾克文喺新加坡嘅地址啊？知，做咩啊？佢咪有咩事啊嘛？佢死咗。頭先我接到警方嘅電話，話佢哋喺山坑嗰度發現一具屍體，已經死咗兩個禮拜，喺身上邊仲有一張學生證添。兩個星期，咁我哋見到嗰個哇，乜原來人嚇人都唔算得人驚，真鬼嚇假鬼咧就真係得人驚。千祈唔好揾我嚟玩啊！真啊，但系啲朋友咧又唔系好似我咁细胆噶喎，佢哋揾都揾只鬼翻嚟同佢倾偈嘅，啊你信唔信得啦？全能的天主已把我们的兄弟姊妹从尘世召回自己的身边，现在我们把撤出转泥台的躯体归回原处，但是因为基督曾首先从死者中复活，他要改变我们卑微的肉身，使他与基督光明的身体相似，我们现在将我们兄弟姊妹托付给主，望主恩准他的躯体享受平安，并在末日使他复活。兄弟姊妹们，我们受洗归于耶稣基督，就是使他受洗归于他的死亡，我们既然藉着洗礼与他同葬，生过咯 ，Lulu 佢死得好惨，唔好乱咁谂嘢啦。我头先梦见 Lulu 咧，我今日叫你唔好去坟场噶啦，梗系会犯噩梦啦。你听我讲埋先啦 ，Lulu 死得真系好惨，好唔抵。唔再讲啦。Lulu 话有啲嘢同我哋讲。唉，无谓想埋啲无谓嘢啊。唔知佢想讲咩咧？梗系下边好冻，佢想我哋烧啲金银衣纸俾佢。旧时你都唔信呢啲嘢噶。不如我哋去问下米啊，招佢搵上嚟。睇下佢有咩同我哋讲。请问两位系查家宅抑或问行人呢？我个女啱啱唔响树，我想请佢上嚟倾下偈。哦，问王系咪啊？咁边位问呢？王大伟、李安娜。咁你个女叫咩名啊？王露露。哦，咁几时几日死噶？呢个月九号。咁系咪枕上死嘅咧？听啲警察话，佢系俾色魔杀死。哦，咁得啦。咁佢咩时辰啊？夜晚十一点零钟。指示。得啦，咁我同你作法啦。
神香一拜，请神香二拜，请神香三拜，请到十殿元君齐齐总整。今日黄大伟同埋李安娜想请呢个黄露露花女上嚟，有句说话讲，我请十殿元君多多原谅。人无百岁杨根在，冷漠嘅天如赞咯起身。人多望光台上望啊，望向台上几难寻啊。来到阳间人与人啊，有人同你大忙运啊。爹哋，妈咪啊，露露，啊，究竟边个杀死你嘅，露露？好辛苦啊！你点啊，露露？好辛苦啊！究竟系边个杀死你嘅，露露？你讲啦，话俾妈咪知啦，露露。誰殺死你的，露露？唉，你的女兒走了，回下去吧。逢是那些死於非命的，上來陽間不耐得的，那些牛頭畫面跟著她尾的嘛。當你在意識模糊了之後，你就會潛入你的夢境裡。你的解釋都很有道理的，我以前都看過《夢的成因》這本書，但是我這個絕對不是夢，因為一般人發的夢是虛幻而且沒有事實根據。我想看電視。而我在夢中所見到的一切跟我心中做完功課，這個你又怎麼當然看一陣電視才睡的。我是個心理分析家，好像你現在這樣的情形我以前都見過。不要胡思亂想，聽我說就睡。受到壓力之外並沒有其他的證據支持你的病因，你現在最需要的就是休息一下。是嗎？我聽說松樹灣的魚最近養得又肥又大，如果你有興趣的，在這個週末你都來。我最容易忘記煩惱的就是在運船廊那時候，我會考慮一下。好啊，芝麻。三婆，啊，我听你把声好似琴日嚟过咁噶，系嘛？啊，你系咪黄先生啊？系啊。咩事啊？我想请我女上嚟，问下佢杀佢凶手究竟个样系点样嘅？得得得得。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。有福有福，有文有文。啊，阿黄生啊，你拎只手嚟啊！你快啲走，你快啲走啊！你快啲走啦！你快啲走啦！唔系啊，阿三婆，我要同佢讲咧。而家嚟唔切噶啦，你快啲走啦！唔得，我点要同 Lulu 讲噶啦？唔该你啦。好啦。十殿元君牛头马面，快啲带呢个黄露露上来。女啊，阿露露，我系爹哋啊，我问你，究竟杀你嗰个凶手着咩衫噶？个样系点噶？吓，佢着红色衫噶。Come on, come on.